號嘅首席保保啦，6.7倍到4.8倍嘅。6號嘅最佳孖保啦，6.5倍到5.2倍嘅。臨場嘅大熱門咧係3號嘅同一世界1.9倍嘅。次熱門咧有5號嘅首席保保5.7倍啦，同埋6號嘅最佳孖保6.1倍嘅。咁落飛方面咧，3號有啲落飛啦。準備。呀，李布嗰阵啊，已经打趣妙声双话，团队精神喳声摆咗喺前面嘅，再有啲跟住就好霸啦，外边仲有最佳孖宝啊，然之后同一世界就守住代兰嘅位置啊，跟住外边仲有就太阳劲力，然之后仲有够信心康威王亦跟住喺中间噶，咁再后少少跟住先至见到骑下就系精算拍档啦，然之后就系开心福星啊，喺晒后边嗰啲啊骏达区啊爱的世界嗰啲马，咁距离头马嘅约莫系10个马位噶。转一半个银禧湾啊，前面放头咧，见到最佳猫火出头，首饰宝宝上到嚟第二，欧甲代上到嚟咧，仲有就系好霸，然之后就太阳劲力，中间仲有同一世界入边康威王啊，然之后跟住先至见到骑下嘅咧，就跟住先见到够信心啦，然之后先至系众威王，骏达区走中国南位置拍咗一齐，仲有开心福星啊，然之后先至系爱的世界啊，精算拍档嗰啲马嘅，转翻就直路约莫，仲有300米左右，前面第一只突咗嚟最佳孖宝突咗嚟开赛追佢，而家先见到嗰只咧就系同一世界啊，300米之后上就系见到咗团队精神，外边仲有太阳劲力啊，中间仲有首饰宝宝啊嗰啲马，前面啊最佳孖宝就斗紧呢个同一世界。300米之上，仲有就系好霸，外边仲有骏达区，后面仲有众威王嗰啲马，同一世界啊斗紧最佳孖宝，最佳孖宝同一世界一齐冲中，好似系跑第30名嘅，应该想睇下众威王啊，定系好霸啦？入边最佳孖宝，外边同一世界，两只3岁马，你一边我一步，最佳孖宝依然领先，同一世界一齐同佢压先，最佳孖宝同一世界一齐冲中，好似系跑第30名嘅，应该想睇下众威王定系好霸啦？边个到先？好近啊，系嘛？系咪埋边到啫？追唔到喎。睇下先，出边啱啱入到啊呢步，啱啱入到啊，好近啊！总之都系好近啊。仲有得影，系啦，仲有得影。我以为埋边等到喎。第三就应该系众威王，系咪啊？呢度已经过咗噶啦，系啦，八啦，八一。康威王喎，第五啊！喺嗰度，首饰宝宝冇乜准备翻你。不过伟达都好锡嘛，初出即系咗就顺咗先啦。初出就系咯，即系俾人过咗就顺啦。俾人过咗都咁都系打咗两边到啦。苏永伦都有啲怀疑，望翻出嚟边个咧？影啊影住佢喎，而家系咪好近咯？就好近。最爱当。顺住走埋嚟，又唔系话特登要逼佢，只马啊 fit 啊，好肯走啊。团队精神都好顺啫，吓起步又冇呢只系略失望喎，跑得吓。首饰宝宝咁，大家品字压咗前面啲三只马。啊呢度嗱，你首饰宝宝劲啊！哇，咁啊有啲欢笑到啊！呢度都笑笑到顶几开心。跟住走翻个生位。同一世界话啱晒咯，啱晒佢啊！佢最好就系嗰只团队精神冇得快啊！佢最好呢样嘢我谂，康威王都有少少跟唔到嘅，你睇一路都要骑住，好似直路都冇乜咁样。佢冇得快咧，佢又变咗佢就唔会呃实人啦，系嘛？呢度咧，好啊，打开芝麻开门，唉，最靓就呢下啦。嗱，首饰宝宝打咗边只马唔标，都系再一边。嘉伦先打多边啦，系啦。再养下养下咯，冇咪冇咯，系咯。众威王呢度上嚟，哇好霸！